寒冰啦，啊，其实这个这四字吼，啊，你也看流传两千几年啊，到今麦嘛还足侪人安尼。嗯。哦，这用这部真厉害。哦，这咱那以咱哦做，台湾话去讲哦，当然我哎，这是出一支嘴啦。嗯，出一支嘴。哎呀，当然做啥物无半步。要做无半步啊。哎呀，都意思就是安尼啦，那都都。讲出一句嘴，讲到一句嘴，讲到好累。有人讲伊做好煮哦。啊哈。这个说了说了好多那个美味的料理，没有说了，真的走未晓哦。说了一嘴好菜。对对对。哦，讲伊做好煮的啊，讲伊做啊有的人哦，有查甫人做爱怎无？怎讲哦？你都唔知，哇！迄个这大震三百回啊，我震到安尼哦，这金枪不倒啊，啥物有诶无诶吼，结果一个饲完俩，哇！三两个手就砍掉啊！哇，什么物件？金枪不倒，这你标枪，类似类似类似标枪，搁较细支淡薄。搁你讲唔识个，我搁你讲唔识个。标枪很短，不要。我都做，起码能够在下个都做下嘛。搁较细，较细啊。对，单人使用诶。手枪子，哇，讲了多厉害，讲了这，哦，我了这里，三百公尺命中啊，那个就怕头丢头，怕卡丢卡的对吼，讲到那个，结果就是上靶场一试啊，啊，结果原来是啊，这个天桥的靶式啊，啊，就光说不练啊，哦，足侪人安尼啊，真侪人死怎样尔呢？所以真侪人讲无试唔知啦，出一下卡手就知影嘛，哦，这个大家你也当要真侪人以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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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恐惊熊熊熊，惊无天熊无，你会当讲试看卖个，人会当安尼呢？对啊，伊就看惯啦，在你个啦，是吧？啊有人怎会怎个啊？对吧？那怎讲啊？我着安怎？我着厝内底包包哦。哎，有一种要来试个看咯，咩？包包二三十块哇，结果拢假个，迄嘛是寒吼。但是这个代志就是讲，唔好加。用嘴讲啦，咱咧看一个人嘛，毋是敢看伊用讲的尔，用讲的袂准嘛，哦，所以一定爱啥，一定爱有这個实际上的操作，哦，大部分咱即款讲这个成语的时候，拢是用在啥，用在实际上，哦，啊你甲我讲你即摆这个客户你要怎做吼，我准备啊这个吼，这个我准备要吼啊这支产品啊，我准备要吼要安那甲包装，我要请啥物人吼，啊然后大概等下我一定我都达到啥物。哦，讲到迄个婆婆所写到安尼，一篇长落落安尼好，啊，佮PowerPoint做甲足水安尼，伫个会议室啊，伫个比手画都比甲足厉害。我啊无来无，换你来讲一下，来上电视来卖一下看嘛，哦，卖就好，哦，就倒啊无，哦，卖唔知，因为足好讲，讲足好讲，啊，介绍足好介绍。啊，其实有诶，像有些那个。购物专家就真厉害，嗯，他也许不用太多的那个，这什么叫开会，免工作这些，但是物件交到伊手里的时候，伊就讲啊，我知影这物件重点是所在，哦，这个就是实务操作，嗯，实务操作跟纸上谈兵不同款，纸上谈兵讲哦，这个兵法我来讲，一般拄到这款的战术的话，我来到对这边考到鬼，然后我来派一个对这边考到鬼，然后给他杀兵包抄啊，一定我就该。结果你对遐跑到过去，人对面拄着人，这边个拄着人是你用包抄。哎，啊，所以就是安尼，这个故事就是讲哦，即伫个这个战国春秋战国时代啊，迄时咱这个故事内底有足侪人，咱较早拢捌讲过哦，咱搁一个一个搁调倒转来，啊，即有当作听我啊，其实无听我，咱来讲，讲着咱来甲调倒出来吼，这是战国时代吼，春秋战国时代，这个咱咧有做赵国。哦，就讲咱知影，因迄国足够钓的嘛，有哪钓乐透啦，有哪钓彩券，有哪钓统一发票。嗯，你改安尼？啊，你讲是钓狗钓这钓，你今仔日改呢？钓是讲到遐的啦，啊，若无钓彩券的，无上无嘛会钓狗，会钓，反正规国足够钓就对啦。今仔咱要讲的这钓狗，这是啥物人呢？这就做一个造蛇啊，钓虾。
虾啦，那咱奢侈迄个虾啊，钓虾，钓虾是钓国的这个做大将军啊，钓虾因大兄嘛是有做钓狗，因小弟嘛是钓这港口走的。啊，这钓虾吼，钓虾有一个后生，钓虾一个后生吼真厉害，叫做钓瓜啊，钓瓜啦吼，那个瓜沙迄个瓜，造瓜啦吼，你讲瓜沙的瓜。因这个后生啊，自细汉时啊，钓瓜啊，都一定啊，有家己这个好好啊，家己培养。钓瓜应该是做红的瓜青，才钓瓜。应该是心头吧，我一条瓜就做钓的。哦，钓瓜，钓瓜，大钓，钓瓜。啊，这钓瓜这个，这个囡仔就对了。自细汉对因老爸钓虾，两个人啊，啊，这认识这个兵法。因老爸钓虾是一个大将军，但是这个钓瓜，伊拢唔捌出战，唔捌去战场。也毋过咧，伊伫咧即个战国时代啊，伊是从上古时代所有的即个兵器了，对啦吼，拢看甲背甲吼滚瓜烂熟，倒背如流哦。啥物兵法就对啦，孙子的兵法啥物有诶无诶，拢好，逐项拢会晓，偌高咧，记忆足好诶哦。所以人讲哦，少年人记忆好是聪明啦，哦，老大人记忆好是歹代志，哎，少年人记忆足好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伫咧即个时阵哦，因老爸感觉讲吼。啊，甲你教，逐项都会晓咧吼。哦，然后你甲因老爸，你甲因老爸讨论这个做战略兵法的时阵啊，连因老爸都讲袂赢伊。哦，这囡仔不得了。哇，这遮细汉安尼哦，遮细汉就我就对兵法啊了解甲遮尔啊透彻，实在无简单。但是咧，这赵虾伊拢无意愿惊，伊拢无感觉惊做够。伊讲迄无效啦，伊用讲的拢无效。战略唔才会知哦，因为战场是非常危险的。伊嘛甲因某讲啊。讲你唔要当恁囝足敖呢，恁囝是足敖讲的，唔是足敖做的哦。哦，恁囝去到战场的时阵，反正无半步哦。吼，伊甲因某安尼讲，因为家己的某嘛上亲近的嘛，伊甲因老母讲哦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吼，迄时阵伊就已经甲因太太讲过啊。啊，伫迄时阵呐，赵王伊讲哦，伊甲因某讲哦，阿伯啦，赵王若要用咱囝就对啦吼，甲你保证害。保证害，因为我叫伊落战场，伊拢唔嘛，伊拢伫厝咧研究兵法咧。我叫伊对我来。对我出门拢唔肯，拢唔爱。哦，伊讲伊拢伊向，还无啥。结果就是安那咧，有一年啊，这个赵国、甲晋国，哦，甲秦国啦，吼，甲晋国，这两国啊在交战。两国交战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啊，会使讲两边的战书啊，已经啊僵持不下。但迄个时阵的赵虾，因为已经赵这个巧呀，哦，赵虾因为无小心赵病啊，赵病啦，赵病唔知是赵病啊，赵这赵。伊迄可能拄好流行，毋知啥物济，啊伊去钓钓，又去钓钓，啊尾啊钓虾怎来往生去？往生去了吼，迄个时阵啊，诶，即个赵国啊，无人。赵国迄阵上出名啥物人？你知道？蔺相如，哇，蔺相如，蔺相如。迄个时阵，赵国甲秦国在战争的时候，蔺相如拄好咧破病，钓着禽流感，啊，伫大营。真贵国钓这。拄好咧大营啦，人破病啊真艰苦。啊，迄个时阵啊，赵国除了蔺相如以外，蔺相如还佫有一个好朋友叫啥物人？叫做廉颇，有无？廉颇有。负荆请罪的廉颇。廉颇。廉颇迄个时阵啊，已经是老嬷嬷啊，啊，老将军啊，虽然是大将军，但是已经老啊，哦，已经老啊，对吼。你输一哥。对，啊，不过咧，因为廉颇伊的即个做诶兵法战术真好，加上伊武功高强，人佫高强大汉，要甲两长嘛，吼、哦，迄人官大吼，出门徛出去那像，敢有遐悬呢？无吼，要甲一顿啦，要甲一顿，真悬大呢。结果吼，迄时赵王啊，赵王就听着别人的意见，就讲哦，啊，莫过廉颇去战啊啦，哎，迄个两边咧战袂赢咧吼，两个僵持不下，你阁叫迄个老的去无效。即个人讲哦，都拳怕少壮啊，你这爱叫少年仔出去拼，即我著拼出一个局面倒转来就对啦。就真侪人去甲赵王讲，讲啊，即个做国王啊。莫阁叫廉颇去啊！你着爱紧，你着爱紧，甲调倒转来，换改啥物人？叫赵瓜去，安尼啦。吼，即个风声一个出来尔吼，蔺相如伫咧病院啊，带三空五病房，一个听着了，对面床顶跳倒落来，马上坐。向准有住院哦，毋是讲迄落医生哦，有无？挂一卡皮箱啊来处理来底看。迄阵有病，迄阵尾啊，甲医生请假，专工半工，阁去甲朝廷甲赵王讲啊。客病皇上，我拖老命咧，我这等下医生要开刀啊，我怎么拖老命？马上来给你禀报，你千万莫叫赵瓜去。哦，你赵瓜是干样唱歌尔，伊是袂晓战争的啦，伊是赵瓜尔。出一支嘴，出一支嘴尔。
你唔好吊连波倒转来，你若吊连波倒转来，你会害啦！你会我吼，我已经剩一身老命尔，我无在条，我上人讲我做忠言逆耳啊！我已经讲到这，无在通讲啊！我讲完我要走啊！吼，你随在你啦，我就甲你讲，唔好用着歌啦。结果，赵王听袂落去，坚持要用着歌。结果赵歌率领40万的大军，哦，40万大军啊！因为现在用着歌，你知影？这还佫有一个其中的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哦，晋国放毒，放毒伫个即个做赵营当中，甲讲哦，晋国上惊赵歌，赵歌迄个做，迄兵法遮尔啊神速，哦，迄兵法遮尔啊厉害，哦，用兵如神就对啦吼。那只要是即个做赵国呐派赵歌出来，我看晋国一定是兵败如山倒，哦，即放谣言，哦，即个风声拢放东放去个赵王遐去，赵王听完了，哦，确实有影，安尼一定爱派赵歌去。结果果不其然，赵歌率领40万大军去攻打晋国的时阵，马上落入晋国的这个奸计当中啊！啊，这个明知影讲这个做赵歌的大军啊，伊的这个做诱，伊的诱敌深入哇吼，然后伫后壁甲包抄，将赵歌的40万大军啊，拍甲兵败如山倒，枪枪。你敢知啊？赵歌当场掉钱，吼！你看这世人，伊掉上掉上济的，掉上济啦。伊伫咧即场诶战争当中，拢共规身躯着十几支箭。当然，安着了侪无，比着日头着较侪。当场死伫咧即个战场顶面，连当去甲故乡都无。你来看，人讲叫做老诶老布丁，少年诶较当兄。哦，因为伊敢若会用伫咧兵伫咧即个做图地图顶面战争尔，伊毋捌带队去甲战场顶面。蔺相如看有。廉颇嘛知影，连因老爸已经往生去啊，都早就断定好势啊。赵国若只要用，赵国若只要用赵歌，只是会当唱歌尔，绝对无可能我着战争啊。所以咧，果不其然，赵国因为这场的战役，甲晋国战役输去了，从此以后一蹶不振，永远无法度伫咧这个做各国顶冠啊来立足来生存。好，这个时阵歌就好出来。带着父母的期待。所以咧，咱袂当干那样唱歌。啊，有诶歌该当爱着诶，搁无着，吼，因为感觉。带着父母的期待来到这个世界。迄若讲唱这条歌诶人，迄不但啊，这个叫做，毋是干纸上谈兵，迄还佫会震惊，迄个爱唔会着歌。伊毋是会写呢，伊佫会唱。做者写歌哦，伊会写，伊无法度通唱哦，伊袂晓哦，因为无伊实在是音粗哦。音粗。但是伊写词写真水哦，唱歌落来吼，哇，五音无讲解全哦，所以。有的人是纸上谈兵了，但是有的人是真正纸上计划较足好，伊战嘛是战了真好。所以由此证明，我唔是调歌哦，我是老大赢。调高，调高，你知影咧？无啦，这就是要讲吼，有足侪人吼，他都是高学历，但是因为高学历，你无实际的经验，吼，有跟有当只比一寡老师傅吼，你是差足侪，所以千万唔通因为你有。高职业嘛，高学历，啊，你著看一寡无读册，屋里上欧巴上无去，人因有实际的操作，比如讲正常，你可能证书啦。其实我是感觉讲哦，即卖少年人，不管你吼，即个册读偌悬啦吼，学问有偌巴低，但对着咱含用真重要。即个实务操作面的对啦，还是爱加一寡前辈吼，大家安尼有参有详啦。多多学习。有参有详，卖讲请教啦，无嘛讲有参有详啊。学习啦，学习。就多多尊重人，人较容易甲功夫啊，放互你，你知唔知？会当学着真正面。是，以上是今天的演道员广告，感谢，感谢。好，接下来来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。最上的林美丽小姐要听《妈妈的愿望》，太平的啊，这个张瑞兰大姐要听《哎呀》，来听歌。老师，我麦的声音收一点点。